孔都包赢，都往地底去。嗯，然后斜的地表先找个鸡，还有铁砖。你们先跑远好了，我从中间往下，这样子吸引注意力。好，看你有没有机会让他们锁在我身上。嗯，剪刀。对对，还要复制好那个传送，然后夜视。中间指的吧，没有什么悬念了。第一排横的，这海鞘要找到啊，而且海鞘好像也要剪刀吧，对不对？如果最海鞘不用剪刀，海鞘不用剪刀，海鞘不用。最下面那台横的呢？那是最下面那台，如果没有，那是凝灰。凝灰岩，沙漠有那个枯树，但好像也要剪刀。要剪刀，对，沙漠的。如果在沙漠就可以最下面那一排。丛林，丛林，我直接去那个深峡谷。想办法四散吧。这、欸、那个山上很多有铁哦，你们看有要不要有人去爬山？哦、走溜去爬山。山上那边有三个铁，可以考虑有一个地表组，我们去找地表岩浆，做个水桶就可以了。还要找鸡？哎、欸，对，找鸡。你们可以找一下。哇，这个开局好难哦，这个爬山。没事，他们也一样，他们也一样。然后木头还是要有一点哦，不然你到时候没有方块。哦，好卡他们好卡好卡，有点卡卡的。很快就会下来，很快就会下来。可以吧？那他们打不死是吗？打没有一开始而已。没有，他们打一开始打的死，上次那前那个是他提早下去。啊，他提早下去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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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把什么然后提早下来的。哦哦哦，那难怪是 bug。嗯，奇怪，拿个护身符啊！我这里有岩浆。哎，夜视没给。我在爬山了。莫奈底下有铁。我知道。是不是怎样的情况下不能传送啊？他们在附近，鬼在附近的时候就没办法传。你看那边没挖吗？啊，你就先打好就对了。我挖木头耶、欸。什么事？哇！怎样？他们来了吗？已经出来了。嗯，很快很快，其实真的很快。很快呀、啊。那我开始溜了，你们加油。他们四个人在我后面。全部打你。没错，四个人都在我后面，所以你们。请问你的背后还有啊、哦？谁、欸、背后还有？哇！阿喵被抓了。天兵，天兵。复活哎、欸。我复活了，你没有复活 啊？哦，我复活了。你旁观？我刚能挖方块呢。我看你是旁观哎 ，Table。是呀、啊。不晓得。他们是可以飞的吗？上面不行，他们没办法飞。那要跑啊。我忘记有什么要什么东西了。阿乔，你往下有远古遗迹。哦，没有，我们现在要羽毛，然后我们就是铁跟黄金。我有铁了。可是我很怕我被抓，旁边有人吗？羽毛有人，啊、我看一看。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。你旁边，其实你离我死蛮近的。对，我在山上。嗯，我觉得你就……他们有在追谁吗？我看。有没有摔倒？哇，我在下面。瑞口往山上跑了。好，我要跑了。然后。不管是那个阿妹，可以看一下我底下值得去吗？因为大洞窟。我穿一下，我拿铁跟黄金，尤其是黄金。开云城哦，我没有关掉啦，我之前 OK， 有黄金，我之前会关啊，但我这次有钻石。有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冒险嘞、欸。嗯，阿妹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后面吗？好。我觉得那个你就往另外一边挖，这边你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平行还是往下？平行，哦斜下啦。我附近有人吗？一会儿在追我哎、欸！有，哎还有弓哎、欸，夏陆地有夏陆地在你后面，那一会儿在追我吗？
我在看，我看到我的名字上面写 Lilico， 是因为我最近的地方有 Lilico 是这样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小弟，小弟，有看到他，看到他。哇，但食物就会缺了。那可以帮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没有人吗？来了。因此获得见识，马上看到了，因为你传过去很卡。你附近刚刚我有看到，需要盾牌，看一下啊，是哈吉吗？哎，我不敢停下来烧铁，我感觉好没安全感哦。哈吉在地底洞窟，然后你附近好像没有，我现在要看，没有没有没有梦梦梦，哇，这个坏了。我是想要吃符咒啊，只是就要打怪啊。就瑞口边，我最近的地方好像是陨月。我们这个，哦，你没有来硬的。暂时没有看到你附近有人，有一口，有衣服。哈记，换哈记来找我了。我烧个铁。哇！我会倒，我会倒！哇，可恶！哇，鸡被那个鸡有做啦、啊。哦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那个。哦，衣服我们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是要有挖金矿。岩浆桶跟挖。我梦娜位置很好哎、欸。你有铁了吗？所以有黄，现在主要是要黄金，要黄金。主要是黄金，对，梦娜那边铁都够。梦娜那个我们的岩浆做了吗？还没吗？还没。对，我等一下教你梦娜，我教梦娜。合成台那边继续直走，你可以挖掉。这边吗？对对对，直走过去，那边峡谷就会看到了，左边的。好，等一下我先做个铁。我挖。但你这边好像离那个原点蛮近的。嗯，有点近。没关系。对，因为那底下都是我一开始去的。哦哇哦。你有坐个船吗？坐船下去就不会受伤。好。做盾牌哦，就可以直接捞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缺黄金，就要往下了。对，看一下 Yuriko， 你这里往下。哦，杰克在很底下。杰克，你一直往下的话，会远古遗骸，真的到远古遗骸。远古遗骸应该会有黄金吧？拼拼看 ，Yuriko， 你往下。碎碎碎，拼拼看，剩怪砖。我往下面有生怪砖是吗？我们下面有黄金啊。对。嗯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再给夜市。我想说要做这个大峡谷没什么看到、欸。你先做完往下看。好。但是孟娜，你这边直直往下的话，大概200层就会也是到那个远古遗骸那里。远古遗迹。我是下去那里有。远古遗迹呢？哦，好像没有。对，我就是普通看没有。我差两个做那个。那边就有是有黄金啊，你看要不要？鱼来鱼来鱼来，你跑！我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孟娜，你看要不要直直往下呢？它是木剑，直直往下。对，你这边直直都没事，你要到底下一点吗？也是可以。看你要不要跟他打，你有盾牌，但他只有木剑。好，你孟娜到底下水那边，然后直直往下，欸、有机会还有黄金。先，可以，死了 ，OK， 我拿在哪？你直走往下，好，吃一下，可以，因为你下去，有你这边直直都没问题，只是就是很深，你要努力的挖。我下去会没有食物 ，OK， 对，他掏出，你有做铁镐吗？我有铁镐，好，你等下可以做铁镐，嗯。我是要回去啊，还是你现在你现在有办法传送吗？悠悠，我可以啊，他可以。如果很挤，哎，杰克那边有黄金吗？没。那不然悠悠你再传到那个，哇，不能传嘞、欸，哇，你到了，再用上不行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前面有黄金。哎、欸，对，喂，又一口转头，哎、欸，这里两个，地上，我没有铁哦，我没有铁镐，有他有，我们是金剑，还有什么金什么？金镐，金镐，烧，用那个好，你们做金镐，你们这比较多，哎、欸，然后你们往下面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往下，孟娜都可以直直往下，我头上是谁？
下陆地还很远，还很远。嗯。而且因为你直直往下，它这没差。够了吗？这里移动了。你有多了金剑？铁吗？你们先做金镐，你们做金镐哦。你们刚刚有三个。我还有铁桶。我们做金镐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好。阿喵，你看他们看有没有机会有金？我这边看孟娜，还有。对，你指引他们。孟娜这边等一下也有两个。我想去挖钻石。不做完了。还是你要前面？你前面那个塔有箱子。没事，这没事哦。简单的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做完了，我做完了。等一下。不用铁，不用铁。对对对，我发岩浆，我这边有铁桶哎、欸。孟娜，发岩浆，岩浆桶那个孟娜刚有用了，只差。我用了，差金剑而已。哦，有梦娜有铁镐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杰克。梦娜，别，刚刚那里直直往下，不行，往回，对对，继续直直。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个坑，所以，好，你小心点，对，往前挖，往前挖，对，怕摔倒。你往下挖，你往下挖，哇！你看地方坐船下去，这边没有怪。我们这附近都没有岩浆是吗？啊，要宽要宽，对，挖出来。你下去那边很，你前面也要有留四个让你下去。他自己也在那个喽，都市喽。嗯，不知道。你这样下去了，可以，跳起来放了。烦你你。有下去，那边就直接两个黄金，有直接挖那两个黄金，碎，烧，然后烧那两个就可以做金剑就赢了。你直接往下挖月口。所以，然后你们努力活着。哦，蹲着。合成台，对。你有动，我要往回，背个。我可以用岩浆桶。可以。他记在远古城呢，还好。没有，往回走，回有金，回。刚刚你那个孟娜有了，碎，天野杯，我做了四个哎，孟娜超强，毅力好强哦，衣服、岩浆，然后跟稿子，还有那个羽毛都是我变慌的，我超慌的，我们细胖哦，超可怕啊，不是好可怕哦，我做的很可怕哦。我们特别超猛，而且还直接他们找到远古城，好扯，就直接在底下哦，然后那边就很多金了。还好有天野兵找到黄金，不然我怎么挖都是铁。阿喵先倒，我就想说，副将听到声音是不是有人？太可怕了！刚阿喵说鱼来了 ，Unico 跑！我说，可是没有装备好难打哦，真的。还好观众叫我做盾牌，那你们可以就也可以做死的，但主要是因为我们也没有空拿食物，所以像刚刚我跟夏陆地已经耗血了，就没办法打哈基了。嗯，哈基来听到哈基在吃东西，我想可恶，有东西吃，然后打完杰克那腐肉哈基，我好饿。他刚刚说，而且你们还有那个弓箭呢。对他有副攻击，好过分哦！对啊，我是先被夏洛蒂射，我想说我有攻。怎么一出门我后面四个人？你知道你往我们的方向走，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就在你头上，嗨！可以可以可以，阿喵是吸引注意力。他说：“有人打我哎，为什么？”我们家阿喵是个。我们家阿喵是故意当天眼兵的啦，因为其实孟娜最后的位置，他其实也是在出生点附近。而且他就在地表的山上，然后那边就有好多的铁，所以他在那边做了衣服，做了衣服，然后做了岩浆，那个都是在地表，然后后来才叫他往下挖。阿喵被打的时候，阿乔倒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他还在地表十几个人，对，然后一堆铁还在地表，很爱你。因为我们的全部都锁定阿乔啊，跑超远还是阿乔，离开300格了还是阿乔，居然这个有点 bug， 对啊，正常应该是看最近的。对，我都已经离开300格了，他之前是 Q 出来指南针也不行，Q 出来就不见了，要自杀重新拿指南针。我一开始目标就是我要去吸引你们，所以就是在很中心的地方。哎，刺激！刚好下面很多东西。对，而且刚好就只要这个资源。
拿到羽毛就没事。直线往下挖是谁？羽毛开局我就急了，你就找我，我就拿到人。不是不是，你后来遇到的是孟娜，因为我就叫他直线往下挖，因为你们也跳不下去啊。摔下去我就对啊，因为我看过他那直线都没事，我就说你直线往下挖，反正挖成功他们也没办法追。直直往下，直接摔死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上面有人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他摔下来就没了。”刺激 Vigo， 辛苦大家啦！辛苦啦！休息休息，辛苦啦！休息啦！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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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次的 Bingo 大赛如何呢？普通、独占跟猎人三种模式玩透透，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要点个喜欢并且订阅我们。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